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艺术家去关注他的时代，他背后强大的日本的力量。Going to different places and different environments is all part and parcel of my art.我是从事复合媒材跟装置的创作，主要是运用就是观念去形塑不同的拼贴作品。昭龙的作村作品名称是相遇之所，相遇之所的意思是一个地方性的描述，它描述的是不同的空间跟文化在不同的地域去做一个相遇，这样的相遇会创造出一个不同的想象的所在。我利用拼贴的方式去处理这样子的状态，还有我在这边一些驻地生活我去搜集的一些资料，把它融入到作品里面。我的两件作品主要呈现的地方是在糖厂的廊道跟办公室的玻璃界面，这两个地方是具有一种开放性的性质，它能就是根据环境的不同去塑造它本身作品的一个不同的面貌，所以我选择在这两个空间去做一个跟时光还有历史文化脉络有关的作品呈现。它能根据空间的光影的不同去呈现不同的一种时光的风貌。廊道作品是庙街光景，我搜集了中山老街区的一些建筑的符号，这些建筑有蕴含一些巴洛克风格的装饰性，这些装饰性我把它对应到我的拼贴里面，也是运用很多色块反复的堆叠去处理这样的视觉意象。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元素，例如说我取材自正兴宫的夜王的静物的作品，还有台南市文资建材银行二次使用过的窗框，我再将它重新的转换然后运用在我的作品里面，还有金堂殿的一些庙的天花板或者是墙面上的一些纹样或符号，也是重新组构再拼贴成为一个在廊道的比较大的装置。另外一件作品是在办公室的玻璃界面，这一件作品比较特别，它是根据本身玻璃的尺寸去等比例缩小制作草稿，再放大进数位处理后去装置成比较大型的透光的界面这样的作品。这一件作品叫做时光街屋，它是由四栋中山老街屋去串联而成，上面也是根据一些剪黏胶纸桃不同的色彩缤纷的特性，我把它转换成胶带的方式去处理。它串联四个窗户，想要把实际这样子有历史脉络的东西加入一些不同的胶纸桃文化还有拼贴的一些想象性在里面，塑造成一个比较大型的像光剧场这样子的一个作品。所以一个是在户外的野台戏的感觉，然后一个是在像室内灯箱的一个光影的剧场，所以这两种都带有一种热闹然后吉祥欢乐的氛围在这里面。